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直来直往，安稳平和的生活大多得建立在稳定的财富基础上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从小就开始养一桶金，靠着一点一滴的累积和妥善的投资理财，他能利用复利不断成长，渐渐的他开始能帮上许多忙，成为你的助力，你的依靠，你安心感的来源。目前全球正处于低利率时代，但台股殖利率表现亮眼，吸引外资投资台湾优质龙头企业，选择资产管理龙头元大所推出的基金，并透过专业经理人严选标的，在获利与风险之间取得平衡。虽然投资必定伴随某种程度的风险，但透过定期定额投资，可以让你省去进场高低点的烦恼，克服贪婪与恐惧，有效降低投资风险，才能获得长期复利报酬。投资就是这么惬意，存好股，找元大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